接下来带您来欣赏汉民国小的毕业美展。高雄市小港区汉民国小相当重视艺文素养的教育，受到疫情的影响，无法到校外演出，但为了不白费学生的努力，校方决定在校内展出，也为了校园增添不少的文艺气息。汉民美展从民国99年开始的师生联展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经历了社教馆公开展览好多年，都是高雄市的很棒的一个特别的活动。接着我们延伸到小港医院，在小港医院，我们给了病人，而给我们医护人员更多的心灵关怀，让孩子的成果展现在那边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学生的学习并没有停歇，而且持续成长。在老师的认真的教导下，我们展现了更多元的作品，所以我们决定在一个空旷的空间，让学生下课可以欣赏，可以展览，可以看到他们的成果。好，那这一处主要的是有一些防，就是毒品的宣导的作品，好，还有一些水彩画，还有一些纸雕，好，都是很小朋友的精心杰作，真的是很艺术，也很好看。我想要借由这张画来跟大家介绍高雄的七山的仙脚。我用泥现在用来做农夫的斗笠，还有用包水果的塑胶套来做香蕉。汉民国小在美术方面的杰出表现，非美术班学生的成果，是由美术老师于六年级初带领所有的学生制作的作品，从中挑选优秀的作品展出，让每位学生都有发掘自身对美术领域的能力的机会。时方新闻归文许建议高雄采访报道。